自从陆羽生于人间，那大家相约来试茶，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。从冲堂之后，陆羽的茶经问世，对饮茶之道开始了审美的品评和探索。那茶风呢，吹遍了大江南北，在当时，茶已经是不可一日无也，一日无之则病矣的程度。来到了宋代，文风更盛，有关于茶的知识也拓宽加深了。宋朝呢，重文轻武，文化素质高而厚实，茶顺理成章成为了生活四艺之一。地方上更有斗茶的民俗风潮，直到明太祖朱元璋废团茶，开创了新的局面。茶道的精神文化在明代表露无遗。明代人擅长安排生活，要求雅，又要求士，更要求静，因此文人雅士皆用心于茶艺。台湾茶艺呢，虽本于明朝，却显现了更丰富的面向。台湾茶艺对茶器、茶种、茶汤，还有试茶的技巧，皆有独到的讲究。透过赏茶、闻茶香、品茶味、听茶声，带入茶的五感境界。建构茶席，除了基本构成要素，壶、盅、壶承、杯子、水方，还有煮水器等器具之外，更希望透过学习茶道，精准的试茶，从表现到分享，形而上的茶道境界，藉由形而下的技巧，勤加的磨练，行云流水。不只是陶醉在自我的满足，而是希望在熙熙攘攘的世界里，能有一个空间让我们歇息，让枯竭的心灵可以找到出口与安顿我们的心。由静转心，分享一杯美好的茶汤，由意入道而明心见性。习茶之后，对我影响很大。以前总会认为茶不就是热水冲下去，然后再倒出来就完成了，哪需要去学习？后来接触茶之后，才发现茶席的建构不只是空间的美学，更是在找寻生活的平衡。为什么会这么说？茶席不只是器物美，那还有稳定的作用。我们生活都太过于忙碌，上课、上班，还有琐事一大堆，常会遗忘要放慢脚步，体会身边事物所带给我们的感动。茶席有由静转心的功能，借由这个美的静，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出口，把心放下，把
把自己放空，专注在这个当下，让情绪找到一个适当的发泄。习才有四个阶段，气、意、学、道。先由对器皿的熟悉、泡茶技巧的熟练，才衍生出艺术的堆叠，还有美感的呈现。有了这些之后，茶文化的历史还有脉络，更是我们应该要了解的。最后才是所谓的精神层面。我常在脸书上抒发我对茶的情感，其中有一篇我说，茶席是有灵魂的，而我们便是赋予灵魂的那把钥匙，启动它，运转它，使茶席的生命发光发热，把一期一会的精神传承。